去夜店背诵《出师表》，然后回家再背一遍，背错一个字儿，罚跑500米。这《出师表》打印好了啊，现在刚好12点，出发。兄弟们，想当年一首《床前明月光》，我仅用了那叫《静夜思》，就我不知道那叫《静夜思》吗？啊，唐宋八大家的杜甫写的。上来就被门将了，但我依然坚定地拿出学习资料。进场了，进场了，看得出来我真的很努力，这咋还越背越伤感了？兄弟们，背完出来了啊，我感觉我现在醍醐灌顶。检验成果的时候到了啊，出师表，诸葛亮，床飞，走在路上最鲜艳的红领巾，小黄帽。7 + 8 = 5 0 0等于16万9000。